妈祖慈悲，大家好。网络上的朋友呢，来问师姑说，师姑常说，这个宝贝问世，要先写一个文书，白纸黑字，写一个书文，要问什么事，啊，先写在一个白纸黑字，放在供桌，再来上香祷告，请示呢妈祖。这样比较正式啊。他来问顾问说，那这个书文有没有一定的格式，要写什么，有没有规定？那顾问的回答是这样子的，无相相为相，那神明呢是无相的，以相来见佛，佛说见不到他。可是呢，我们拜拜一切都是空无，无相的神在哪里？都是无，空中没有，可是会妙有，我们要以相为相，所以我们要上香，要恭敬，要个仪轨。像顾问的习惯，要问事呢，我要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就利用这个书文。所以马子是无相的，只要你是恭敬三宝，恭敬心来做这件事情，叫正心。人心正的法就正，你心有没有正啊？所以棍呢，用干干净净的 A4 纸，白色的、粉红色的都可以。然后笔很恭敬的写下，请示马祖是什么事情？这个书文、这个主张放在供桌，然后上香，插完香以后会等待10到15分钟，那我就来把杯，请示一德妈祖妈妈。今天我要请示一什么、二什么、三什么，就照那个我上面写的来念。那妈祖妈妈现在可否可以给我一个指示建议？如果可以的话，给我一个信圣杯。然后呢，我就一个一个问，那四会题问，然后会记，签就是醒杯，笑杯就三角，靠杯要打个叉，然后就记录下来。所以书文的格式呢，没有标准，你很正式的写了一些前面的一些恭敬的话、赞颂的话也可以，像我都就直接请示马祖，一什么、二什么、三什么。我以恭敬心信，非常相信马祖，非常恭敬马祖的心，来用正心诚意来跟马祖沟通。你这是你跟马祖妈妈之间的默契，你自己会找出来要写怎么样的规格，自己有一套。所以宗教信仰没有标准，就在于你是不是正心，心正，心正法就正啊。以上呢是顾问的小小浅见，供大家做参考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